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Lawrence 邱俊兴。现在呢，我就在中国成都出差工作几天喽，难得可以在饭店休息，所以呢，一个嘴馋的我来说，一定要吃零食了。所以我特地从新加坡呢带来我一个秘密小物哦，它就是 Faber 肥宝的黄金香脆猪皮。哇，现在看到它，我就立马又想来吃了。哇，马上来吃一下。很好吃啊！我这个是它的黑胡椒口味的，你看。我还带了麻辣口味啊，喜马拉雅盐啊，原味。你看我这个贪吃鬼，真是从新加坡带了这么多零食，天啊，不吃零食怎么可以活下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相信在中国啊，菲本呢一定会与大家再见面的。然后在新加坡的朋友呢，也能够买到菲本肥宝的零食喽。